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，坚定维护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合法权益。中方一贯审慎处理不可靠实体清单问题，仅针对极少数危害我国家安全的外国实体，诚信守法的外国实体完全无需担心。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欢迎世界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，并致力于为守法合规的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稳定、公平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。